近日有网友在张雨霏社交平台动态下打趣问道，要用两金两银召唤点啥？张雨霏回复召唤大林子可不可以？随后大林子赶到评论区留言召唤我还值当用奖牌。两个人随后互关，小哪吒这算是召唤神兽成功了吧？看起来奥运冠军也喜欢我们可爱的大林子啊。张雨霏六天收获两金两银被不少网友调侃是来上货的，本人也霸气回应我上货完成了，还可爱的抱怨道奖牌好重。我进货完成，哎呦，我都带来了。哎呀，怎么样？这个跟我们说说这个重量感。我感觉得超过10公斤，将近15公斤，但是我队友说没有。关键没是556克，大概应该这是2公斤多一点。但我知道这里有你的汗水，有你所有的心思。我说怎么我拿起来这么重啊？再次恭喜张雨霏，也期待她和郭麒麟再一次的梦幻联动了。